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动！这个东西。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，你等掉，等掉。先不要动它。你让它打气，先不要动它，拜托。不要动它。先不要动。先看一下。你慢动。第一脚。好，打了。没事吧？我掉下去。走，等我把头盔拿下来呀。我就看到他们倒了一下。哎，别哭了。那两个呢？没事吧？我掉下去。走，等我把头盔拿下来呀。我就看到他们倒了一下。哎，别哭所看到的画面是嘉义县台三线，这里是假日重机车友往阿婆湾必经的路线。在接近大埔乡和台南预警交界处的时候，前方有一辆载着挖土机的卡车慢慢的开，这时在画面左手边有一辆双臂轿车，它逆向想要超车，结果开到对向车道的时候，这时也有重机行驶在上头，面对突然逆向的汽车出现，重机骑士根本来不及闪避，双臂轿车就这样撞上两部重机，其中一名重机骑士当场被撞飞，倒地不起。而肇事的双臂轿车是在撞到载着挖土机的卡车，这才停下来。台三线在阿婆湾南向351.5公里处，也因为这起车祸，双向道路中断。而这段目击者行车记录器画面被公开之后，重机车友相当的气愤，认为逆向的双臂驾驶不仅违规行驶，根本是逆向杀人。
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，除了疏导交通，也针对肇事的25岁诚信驾驶进行酒测，酒测值是零，但张姓的重机骑士已经伤重不治，抢快逆向撞上重机骑士，毁了一条年轻的生命，双臂驾驶得要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这违规，我你去无要，坐一坐啦。欠啥？我怪你来个欠啥？呀笑哎、欸！你是哪一位啊？卖挡手，卖擦油，卖擦油，卖挡手，卖擦油，卖擦油。呀！我你买你记你啦，打拢无动手，无动掉，拢无动，打拢无动掉。我只要违规，我你去无要。违纪检举无奖金啊！你坐几坐啦？几坐几坐？几坐几坐？小心啊！打拢无动手，无动着，拢无动着，打拢无动着。我只要违规，我你去无。违纪检举无奖金啊！你坐几坐啦？几坐？